我们在做微整注射来说，让每个医师可能操作习惯或者个人使用经验不尽相同。不过我们追求的其实就是一个安全，那当然可以精准，那另外就是定量的一个注射。那以 MUG杠脂肪腔的使用来说的话，因为它搭配了一个是大孔径的钝针，它的安全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医师单纯用医师的手感去做一些推注注射的话，因为它孔径比较大的关系，比较难精准的定量到可能0.1到0.01 cc 中间的一个注射的材质，那当然对于我们精准的注射就会有点影响。那不过我们现在有搭配 MUG杠脂肪腔，它上面有刻度可以去做控制，我们可以精准的控制在我们每一发的注射在最小可以控制在240分之1 cc 以内的一个注射量，241 cc 其实是非常非常微量的。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比较平整而且比较均匀的一个治疗，那整体的美观感跟平顺度也会更好。